下去啊？不会踩下去。可是他的大厅就是独角兽那样。对啊，很奇怪。而且他另外一边，我们等一下出口的这一个门的对面也是他们的拉比啊。对。对，然后也搞不清楚。那边有猫可以玩呢、欸，可是我现在肚子饿了。为什么他可以玩猫玩到饱？可以吃猫啊，可以把他的猫带走吗？你说哪一组猫？好吃啊！吸猫吸到饱了。怎么可以？